年夏天一样我行我素。下半身胖的女孩，或是梨形身材、肉肉型身材的女孩，要挑选裤子的美角真的太多了，所以你要挑到品质好又显瘦、价格又好的，真的太难了。但是现在胖胖女跟屁股大的女孩有救喽！伊索风未来裤跟我以往穿到的运动裤跟塑身裤都不一样。它是透过 3D 的体雕织法，让我的身形更加的完美。肉肉进去，曲线出来。未来裤呢，在大腿跟臀部的地方做了花托型拉提技术，可以让我们的屁屁集中托高，大粗腿一秒瞬间变大长腿。屁屁塑崩未来裤呢，在腰腹的地方做了 V 型的蜂巢编织技术，所以呢，利用隐形束缚平弹小腹，而且它还有宽版的裤头设计，完全弹性超好，不挤肉。小腿是利用穴位原理点状设计的石墨烯按摩热点，可以舒缓我们久站的小腿，减缓压力带来的酸麻感。就算你上半身穿着浅色或是白色的衣服，也可以躲过显胖地雷，隐藏住你的真实体重。偷偷跟你说，伊索风未来裤里面的石墨烯会释放出远红外线，形成共振循环，直接帮你打击深层脂肪。光是穿着它就可以直接燃脂。平常呢，我最喜欢穿着它去运动或是爬山，因为它会有双倍的效果，运动十分钟就有20分钟的成效。而且这条塑崩裤呢，有温度双向调节设计，透气感非常的好，亲肤又舒适，是我每天必备的神队友。而且全新一代的未来裤，这次更是把五大部位全面升级。背后的 X 型结构呢，可以撑起我的腰部，所以让我看起来更挺拔。整体呢，有让你看起来有延长5公分的视觉感。今夏必备的莫兰迪流行色，七色时尚又有型。最厉害的是未来裤，它没有分 size， 不管是 S 到 XXL、22腰到46腰，通通都能穿。而且你看它的延展性就是这么的好，动作再大也不用怕。兼具塑身、恒温、运动、时尚的裤子，你要去哪里找？屁屁塑崩未来裤，越穿越瘦，裤子挑得好，都可以轻松拥有逆天美腿。跟着彩缇掌握微胖的遮肉重点。